我哋睇一睇深水埗呢边有个联方嘅项目，就系万科技一间280尺嘅一房单位，佢就楼底好高嘅，然后啲装置都几靓。入门啦，呢边有个玄关位，佢啲柜都整得几靓，摆下嘢啦，收量都够。呢度就厨房啦、雪柜啦、detach 嘅蒸焗炉呢度都有。然后楼底就3.3米，好高。长厅啦，摆位都几方便，呢个客厅、饭厅。露台就呢啲，佢有特别少少，佢系推门嘅设计。咁推开完之后，成个露台都可以用到。厨房就一定细嘅，如果一房嘅话，你见到其实都冇咁乜工作台面俾你做嘢。但我几欣赏佢愿意将个水龙头装上嚟，有啲装咗喺下面就唔系几好。咁呢度啲都会有啲收纳啦。呢边就系睡房，睡房见到楼底好高啦，好方正啦。有扇窗啦，仲有侧窗可以开。有呢边就系浴室，浴室都系经房入，呢样嘢都唔系几好。不过个浴室嘅配套就好齐，咩都有，整体上 very good。我觉得呢啲单位如果一个人喺市中心西九龙嗰边住 ，OK 嘅。讲紧大概600几万到买咗一房，你又觉得贵唔贵？好。